没有自责是吧，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好吧，就是也没什么事好吧，就是有点累了，解散解散好吧，很正常啊，游客千万不要自责，你们真的黑我打了菜或者干啥，我从来会不会有任何反应的，放心，没有任何的反应的，难道这种事情还能伤害到我好吧，不可能的。你不信随便你们信不信吧，反正我告诉你好不啦，我告诉你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哪怕你是每天在我房间骂或者干啥，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，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事情。好了，甲组的恭喜珍宝阁啊，乙组的恭喜雷刀获胜，牛皮，相当相当牛皮。好了好了，乙组恭喜雷刀啊，牛皮。十人中看蚩尤，有没有兄弟晓得哪个蚩尤皇宫生死了？这是有没有吗？有没有兄弟晓得哪个蚩尤皇宫生死？看看皇宫生死有没有？皇宫生死60万的花花山，你是不敢讲吧？60万花花山，这花花山随便去哪个服务器，不是一个家族持有强的号，不是个顶级花花山，你真是不敢讲啊兄弟，这花花山顶级了，只是差经验而已。我暂时不转区，号应该都不会转区，不要拉好吧，不要来拉号，也不要来干啥，不要来拉我，我就是想静一静，最近太累了，也没什么害到的问题好吧。文哥十点，星海湾有万元局的皇宫，星海湾是吧？我把这边的号上去瞅瞅啊。大观园有10000一场，大观园是10点钟开始吧？应该，现在是9:35。剑会还打，说了打到5月1号，5月1号群雄决赛打完，我们还有个群雄决赛没打吗？把群雄的决赛打完。被绿了，没心情，没心思玩。哎，我天天被绿，兄弟。我跟我媳妇结婚这十几年了，这是，我都记不到十几年了。反正儿子都13岁了，你自己想吧。